说话呀，连老婆都管不住。挂了啊。哟，姑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一会儿了，看你忙着，没招呼你。哎，怎么才吃饭呢？食堂工作不就是这样吗？先喂饱别人，再喂自己。这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刚刚哥的电话呀？不是他，还有谁呀？没用的东西。我早说了，这江小梅呀，不是省油的灯。家里那么困难，娶她不是负担吗？老姑，别这么说，小梅其实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刚结婚证开了回来，就有一堆的条件，这不行那不行，还要婚礼大办，你说她配吗？老姑，你是不是臭嘴啊？你刚才说谁呢你？你骂谁呀？你太没脑没想了！你骂谁臭嘴啊？我就说你，我就说你，我就说你过分了！你这都家长，我就说你怎么了？太过分了！你怎么了？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吵什么吵啊？梅子，这是方言给你的礼金，我替你拿着了，收下吧。秋桃，我可跟你说明白了，我这次来不是冲着你来的，我就是心里不痛快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跟卫兵办婚礼的时候就可以大办，为什么我就不行呢？我才是魏家真正娶进门的儿媳妇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时候家里有钱，现在没钱。家长，你们就是瞧不起我，你们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，把什么好的东西都留给秋桃，秋桃什么都比我好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别太欺负人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把卫兵哥哥带回老家去，让他做当家男女婿，端屎端尿伺候我爸爸一辈子。你反了天了！你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他就是这个德行。行了，您就少说两句吧。婚礼照办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办什么办？办个屁！卫兵真是瞎了眼了，气死我了。都已经等急了，假不假？你不觉得假吗？你老逼着你爸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把我那电话都快打爆了。我一天到晚就忙活你这点事儿，还上不上班了？还上什么班呀？这家里都快着火了，你还有心思上班呢？着火了也是你放的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别闹了，找点正事干吧。有你在，还能饿得着我？反正你现在给的钱还够花，不够再问你要呗。你脸皮太厚了。是厚，不但厚啊，还很难看呢。你是不是越来越讨厌我了？反正你现在这样是不太招人喜欢。那你会背叛我吗？会不会啊？你最好先弄清楚咱俩现在是什么关系。离婚了。你给我站着！哎，你干嘛？钥匙呀！什么钥匙啊？你们家的钥匙。你妈不是换了把新锁吗？我得重新配把钥匙，要不然我怎么进去啊？我们家钥匙凭什么给你配一把呀？你给不给啊？我不给。你不给我就撞墙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哎，子舒，别闹了。我没跟你闹，不就是一把钥匙吗？你怕什么呀？我又没有捉奸的习惯。除非你真的会背叛我。哎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别再折腾我了，行吗？你到底给不给？好好，我给你。啊，你不是要钥匙吗？啊！哼，算你还明白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是没有这把钥匙，我照样能进得去。我就想试试啊，你这心里还有没有我？行了，上去吧，我先走了。
金院长，您等一下。我有点事儿想找您。你说吧。我哥要结婚，急需钱用，我想先预支一下我那部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谢谢您，金院长。不客气。秋桃，你是个好姑娘。 我不知道你跟林子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，但是你们毕竟算是姐妹了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，或者是说找你的亲妈帮帮忙，告诉她别再闹了。跟方言离婚这么久了，天天缠着她，天天的闹，搞得我们家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，搞得方言头都大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劝的。那我就谢谢你了。 啊，别敲了，来了。啊，哎，我说你还挺难请啊，啊？难不成你跟子舒彻底掰了，这个家都不能进了？没那个意思，正上班呢。来来来，进来吧。我说你妈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把你们的结婚照都毁了呢？你知道子舒回来有多伤心吗？我这当爸爸看着心疼。 我妈在气头上，她气，我还气呢，这也太不尊重人了吧！再怎么着也是夫妻一场，是不是？再怎么样也得留个纪念吧，是不是？这毁了不就全完了吗？方言来了，坐呀。爸，您坐，您也坐吧。哎。 给方言冲杯茶吧。凭什么让我冲啊？你自己没手不能冲啊？哎，不用了，我不渴。我让你冲杯茶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不就是少做一顿饭吗？不就是让你多吃了一顿面条吗？家里平时大大小小的活不都我一个人扛着吗？就这么一次，一次啊，这么不依不饶。 方言看见了吧，又跟子舒怄上气了。不是跟你说了好几次了，子舒他这回不是冲你，是冲方言他妈。还有就是担心方言跟秋桃好上了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那也不能冲着我发那么大的脾气，好赖我也是他妈呀，尽管我是个后妈。方言，这样吧。 你呢？给我写个保证，保证跟秋桃没有关系，今后也不会有关系，这样我们家就安宁了。这，对对对，你随便写几句，回来我给子舒看，省得他瞎猜，闹个没完。写什么写？根本就不用写。看他那么做，你就惯着他吧。 他们已经离婚了。林姐，你找我？秋桃，你现在还这么称呼我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 以前也就无所谓了，但现在我们好歹是一家人，你应该直接叫我姐才对，你说是吗？是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肯回家呢？为什么不肯回去母女相认啊？这还用问吗？
你应该知道的。我是不想伤害我的养母，我需要时间。借口，至少不是全部的理由。你是在顾忌方言对吧？你是怕她夹在我们姐妹当中很尴尬对吗？你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什么叫我非这么想？难道我看不出来吗？你们俩现在走得多近？你敢否认你不爱她吗？你敢否认你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吗？秋桃，你别想蒙我，我什么看不透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我谈恋爱那会儿，你还在乡下背大粪呢。你想蒙我，除非我眼瞎了。姐，你干什么非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破坏你的家庭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提醒我，我已经离婚了，对吗？你是在提醒我，方英是我的前夫，对吗？秋桃，我告诉你，方英她是我的，永远都是。任何人都不要想把她抢走，包括你，否则我会六亲不认的。我说到做到，你给我记住。嫂子没做饭呢，就吃这个。你要嫌吃的不好，你去找金帝请你，请你下馆子，请你吃山珍海味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让你不要去找他，不要去找他，你干嘛非得要找他呀？你还要我说多少遍？卫兵是我的儿子，卫兵结婚啊，跟他没关系。他是他亲妈，你说有没有关系啊？他既然没养他，就应该让他出点钱，放点血，至少给我们家卫兵买套房子吧，也让我们跟着享享福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呀？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妈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了你们？没你事儿。小梅，小梅，小梅回来了吗？小梅，小梅，你就知道小梅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娶了媳妇忘了娘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那是。嫂子，这话说给谁听呢？这家是我哥的，我也是长辈，我也说了算呢。哟，妈，我老顾怎么了？疯了，想钱想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不许你再听他的话，听见没有？去，赶快洗手，菜在锅里呢。哎，不等小梅了。几点了都？好，你去了。哟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缝纫机太旧了，皮带松了。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看看，要不我修修？哎，妈。你不会还是在生我的气吧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为了一顿饭不至于吧？希望不是为了一顿饭吧。你这是话里有话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方言来过了，我们也进一步的证实了，他跟秋桃没什么关系，你就不用瞎猜了啊。
这方言他妈呀，真的太坏了！我看呀，他是跟我呛上了。又怎么了？他现在在医院里还到处说我的坏话呢，把我开除了不说，还要毁坏我的名声。不行，我还得搬到他家里去。我不能让他安宁了。你看看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！你赶紧去劝劝去啊，赶紧去！ 我求求你，你去啊！好，子舒啊，子舒，等久了吧。 我们还是分手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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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还是分手
去爱你了。方言，放了我吧。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心情吗？你知道我想干嘛吗？我想抽我自己。别乱想。既然咱们的相爱是短暂的，但我会珍惜，会藏在心里，会永远记住你。何必呢？哎，你知道我整理这些衣服花了多少时间吗？你这折腾的什么劲儿啊？你他妈不是狠吗？我要比他更狠，我就在家待上一辈子，我每天在他眼前晃悠，我烦不死他。我子舒啊，你听妈说一句，你别嫌我说的难听，你不是个没脸没皮的人吧？妈，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你干嘛要骂我呢？啊，你是不是希望我赶快被方家赶出来，好让秋桃嫁进去啊？你怎么这么理解呀？你让我怎么想？你说你除了骂我之外，你还为我做了什么？我为你做了什么？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吗？好，你以后就自己管自己吧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你随便吧。又怎么了？又吵什么呀？不会好好说吗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他就不是我妈。哟，梅子，你怎么站这儿啊？为什么不进去？我给卫兵打过电话了，
这老婆下班了，他就得出来迎我，不然我是不会进去的。我之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难伺候啊？我也是才发现我自己那么难伺候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在你们家丝毫没有地位，哼，远比不上你。我再不自己抬高自己，我都快成鸡毛菜了，不值钱。哎，不就是一场婚礼吗？你至于吗？喏，这卡里有30000块钱，你收下吧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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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瞎闹！哎呀，你就收下吧，我点心意，收下吧。那我收下了，收下吧。还是你最好。你呀，就是太斤斤计较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女人啊，就得要斤斤计较，不然会吃亏的。你想啊，都知道你大度，谁还会在乎？尤其是自己的丈夫，还不疯了？哼，还不知道在外面犯下什么错误呢，到时候收也收不回来。你说你这一套一套都是从哪儿学的呀？改日啊，我好好好好教教你，挺管用的。行，谢导回来了。哎，哥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进去了。哎，怎么了，老婆？这下了班了也不说进去。你不出来，我怎么敢进去啊？我还以为你不欢迎我呢。看你说的，我都想你了。啊，走，回家了。站住！你怎么这么闲呀？啊？能不能找点事儿做？整天在医院里窜来窜去，从这个科室骂到那个科室，什么难听你说什么，是不是把我搞臭了？你心里很痛快啊？本来就是啊。你说你啊，踹了姐姐又跟妹妹，你方言真是厉害啊！你真是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啊！你说这个医院里，哪个小护士不整天围着你转？我真是瞎了眼了才栽到你手里。哼，你是栽在自己手里了，能不能别闹腾了？不可能！谁让你妈这么对我？啊，把我开除了还到处毁坏我的名声。就算我拿了你们家20万，怎么了？不该吗？他现在去跟院长借钱，何必拿这个说事儿啊？借什么钱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是借了500。好像我真的是把你们家掏空了一样。哎，你们家现在揭不开锅了，要住到大马路上去了。我还实话告诉你了，我还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想什么呢？是在想秋桃吧？你见过他了？是啊，我是去找过他了。那赶紧把他带回来呀！我现在已经能够理解他了，能不能回来我已经无所谓了，只要他过得好就好。好？那能叫好吗？魏家都已经逼婚了，你说，她要是真是嫁给魏兵那种人，她能过得好吗？我看呀，您是不希望她回来，这样她就好跟方言在一起，省得我家在中间捣乱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子树啊，你真应该好好想想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你和方言还会有希望吗？没有希望，我也要缠死他，一辈子。
爸，回来了。你怎么又做上饭了？您忘了您是皇上啊？什么皇上？你妈又不舒服了，我呀想给她做点青菜面条，让她先吃着。她怎么了？你妈这些日子晚上总是睡不好觉，我真是担心时间长了怕她顶不住啊。都是为你操心操的。你妈这个人呢，爱子如命，你看不出来？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什么都别说了，人家常说婚姻大事一旦处理不好，这男人会一辈子头疼的。当然了，我是没这个体会。我是深有体会。我去看看吧。好，你妈要是睡着了别把她吵醒了啊。还有，回头这面条还是你来做的啊。小梅找卫兵要毯子，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。毯子就在你那屋呢，在那柜子上。哦，那我去看看。姑，哎，看看看看看，自从你哥娶了这小妖精，弄得我们全家都围着他转，还不够伺候他的呢。妈，你别叫我啊。你现在是不是有了钱，长本事了？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讲了，妈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不就是3万块钱吗？我给小梅还不是应该的呀？什么应该呀？至少她应该跟我说一声吧。她那是在跟你比，跟我较劲。挑来挑去，净挑咱们家的毛病，这分明是挑给我看呢。这儿媳妇才娶进门，就这鬼样子，那我将来怎么办啊？啊，我还供得起她了我？妈，小梅不是这样的人，她不是你想的这样。反正我把话撂在这儿，将来呀，有你哥伺候她的呢。不信你看着。卫兵啊，卫兵啊，来了。干嘛呢你？来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来，写吧。又怎么了？老公，你帮我洗脚脚吗？看你说的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怎么不能干了？谁叫你是我的老公，疼老婆那是老公你应该做的。嗯，老公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就帮我洗一次脚脚，就洗一次，就洗一次，好好就洗一次吧。好，坐下。嘿嘿。哎呀，真是服了你了。哎，老公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秋桃给了我3万块钱，让我们去办婚礼。真的呀？嗯。不过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觉得你妈妈她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好像这婚礼呢是没有必要大办，所以我想，要不我们把这3万块钱给我爸寄去。就当我们俩孝敬他的，可不可以啊？咱们这个家呀，还不是你说了算，都听你的。老公，你真棒！啥呀？咦？舒服吗？真的，很舒服。哎，别闹！哟，老实点。哎呦，揍你了！卫兵啊，你不是要想找毯子吗？给你抱来了。哎，老公，我自己来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见不见？他是谁呀？你这么伺候他？什么叫做伺候啊？这叫做体贴。老公啊，这一点啊你是不懂的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与外人无关。你算什么呀你？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？哎呀，老公算了，老公算了。哎呦，没用的东西。
老郭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，老郭。小梅，你怎么跟老公说话呢？怎么啦？他就是这样瞧不起我，巴不得你娶的是秋桃，不是我。有本事找他去啊！干嘛呢，小梅？哎，小梅，你发的什么火呀？你别碰我，讨厌！你看看你弄的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你弄的。妈，嗯，我刚回来，我爸跟我说你身体不太舒服啊。我就是头疼，疼到快炸开了。是不是感冒了？我给你找点药去。啊，不用。吃什么药啊？是药三分毒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好多了，没事儿。对了，那饭好了，你去弄，跟你爸先吃，别管我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您是我妈，我怎么能不管您呢？你净说好听的吧你。你要是真孝敬我，赶紧把跟林子说的事儿处理干净，免得一天在我面前晃悠来晃悠去的。我每天看着他那个样，我真想抽他两个耳刮子。也就我忍着吧，换别人忍忍试试。哎，你跟院长借钱了吗？借什么钱？你听谁说的我借钱了？没借就是没借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呀？我吃饭去了。你先别走，你告诉我，谁告诉你的我借钱了啊？谁告诉你的？林子书。什么？林子书不是老缠着我吗？那秘书小刘，他都看不过去了，他就跟子书说，说你看你把人家家都掏空了，害得人家妈妈出去借钱去。刘秘书是好心啊。这小刘秘书他干嘛呀？你就是再好心也不能出去造谣啊，是不是？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，我们家就是再空也不至于借钱吧，传出去叫人家多笑话呀，他搞什么名堂啊，真是。哎呀，你看你别生气了，我吃饭去了。秘书嘴怎么这么快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当姐姐的来看看妹妹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干嘛呀？搞得这么紧张？我很紧张啊。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啊？我回去。回去？你不就住在这儿吗？小梅租的房子还没有到期，我暂时住在那里，等到期了我再搬回来住。哦，也是啊。你说跟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多不方便呀，还是一个人住好。将来跟个男人同居呀，也没人管你。姐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秋桃，我真的希望咱俩以前的恩怨都一笔勾销，咱们以后啊好好做姐妹，好吗？反正我能做得到，我不知道你啊。我有什么做不到的？要不要进来坐坐？不用了，改天吧，改天我再来拜访你的养母。我想去你住的地方看看，你不会不欢迎吧？怎么会不欢迎啊？走吧。好了好了，小刘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把你工作调开，这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嘛。不管你到哪，只要你努力肯干，踏踏实实，都可以做贡献嘛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没有想不通的。
我挂了啊。妈。哎，儿子回来了。给谁打电话呢？哎呀，这想想啊，我真是生气。喂，子舒啊，在哪呢？吃什么饭呀？气都气饱了。有事儿跟你说，待会儿我们见一面，帮你感兴趣的。行，那待会儿见。哎呀，行行啊，我就生气啊！你说这个林子舒，什么女人啊，招摇的不得了。当初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她是我们家的媳妇，是你老婆。你说吧，你是丈夫站在台前，他也必须站在台前啊。我经常跟他说，越是这种关系，咱应该越低调一些，可他就是不听啊，他就是愿意看大家笑脸相迎、笑脸相送，找这种感觉。好啊，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，我又把他开了，他就恨我呀。妈，你这扯到哪儿去了？我问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？啊，那个刘秘书，我把他从我身边给他调开了，让他继续当护士。他想不通就给我打电话，这种女人不适合做秘书。再说了，她是林子舒的同学，两个人背后嘀嘀咕咕的，那指不定搞我什么名堂啊。人家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呀？怎么是小题大做呀？你根本不了解。你说吧，我什么时候跟院长借钱让他看见了？这不是搬弄是非吗？你工作不好好干，每天扯这事儿干什么？要不是当初林子舒说他们是同学，这个人又不错，我怎么能启用他呀？哎，我觉得小刘这个人是挺不错的呀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儿子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就是你那个老婆太次。别提他了，好吗？快吃吧，都凉了。一提你那个老婆，我的心里就堵得慌。来，快吃点鱼。嗯。来，子舒啊，子舒吃饭啦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好好。子舒，哟，你这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出去，有事呢。吃饭啦，你看看什么？哟，不错嘛，这么贵的东西都舍得买了。废话，用得着咱们花钱吗？因为你嘴刁，人家胖子早就送来了。我们是沾你的光，来，快坐下吃饭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子舒，我给你挑一个大的。妈，吃这大的。爸，不会吧？就这么几只大闸蟹，就把你给收买了？哟，你爸不至于这么嘴短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一直觉得你跟胖子合适，跟方言不合适。你说你跟方言结婚这一年多，他有一次老老实实坐在这儿陪我吃饭吗？方言家和咱们家有距离，我就看着胖子好。你说啊，说东他不敢朝西，没事往咱们家跑，跟我半个儿子似的。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。我看着胖子好，我就喜欢胖子。不过你要搞清楚，是我找丈夫，不是你挑女婿。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不还是离了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你把话说清楚点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你放手，别再纠缠我啊。行了，吃饭吧啊。我明白了，妈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